谁相守，在伸手中命定制服，因人不认识到底什么是福，到底什么是福，什么是苦，所以人对神的追求并不是真实。若不是有明天的存在，你们之中谁能在神前？世界白如雪，春节如雨，世界白如雪，春节如雨。难道对神的爱是可口的饭食，可以换取的吗？是华丽高档的服饰吗？是高官时候禄吗？或是别人对你的爱可以换取的吗？难道因着失恋就促使人对神的爱放弃了吗？难道是苦难是患难就可以使人对神的安排而生发怨言吗？曾真实领略神口中利剑的，只是知道其外面之意，却并没有真实明白内里之意。若是人真能看见利剑之锋利，看见利剑之锋利，那人都会犹如老鼠一样，犹如老鼠一样钻进地洞里。这人的麻木不明白神话真意，所以并不知神话的厉害，不知神话中到底揭示其本性多少，审判其败坏有多少。所以多数人因着对神话一知半解，因而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。